其实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我不是冲着方杰，我们班长对我最好了，我特服他。你就说读书这事儿吧，其实谁都知道应该去的是他，结果被我给顶了。他不但不生气，还送我笔记本，让我好好学习白求恩。可是我没学好，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就像欠他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这儿，什么所长、干革命、冯磊，我都不怕，我就怕他。是吗？那个穆小华就不一样，就他，不是，他们那帮人最瞧不起的就是咱们这种贫下中农。我们俩一块儿去学习，半年都没理过我。不理我行啊，我不生气，我原谅他。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去给他买喜糖，他婚礼上喜糖全是我买的。就这样，他也没请我去。小刘，你还真是挺可爱的你。谢谢大家。到点了。真够热闹的。小刘，你还是赶紧去吧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当兵的这一分开，想要再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战友一场，你现在应该去送上你的祝福。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你要不去啊，你们俩就真的没机会和好了。那我要是去了，他不理我怎么办啊？怎么会呢？你要是诚心诚意的去，他怎么会不理你呢？那我要是去了，他不高兴的话，我多丢人呢。小刘，这个时候他最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你要是不去，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，而且说不定你这辈子，你们俩都没有机会和好。相信我，我比你更了解当兵的心情。听我的话，去吧。姐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想我呀。北京的金山。行了你，我肯定会想你的。那你一定要给我写信。这还用说吗？哎，你跟刘君年怎么回事啊？关系好像不怎么样啊。你别跟我提他，他占了你的学习指标，到了那儿倒是好好学呀。六门考试三门不及格，全班最差。那他不学习啊？他天天啊就想着怎么唱李铁梅。哎，你看到他那双黑皮鞋了吗？哪里还有一点农村兵的样子啊？我才懒得搭理这种人呢。其实啊，他挺善良的。他那是缺心眼儿。老穆，他知道你讨厌他，今天他都没敢来。看见了吧，这农村人啊就是这样。哎，你来了我还能把你赶出去啊？你看你这人。你看桌子上这些糖啊、花生啊，是他特意一大早去买的，说是要为你老穆做点什么。今天是老穆大喜的日子，我也来送上我的祝福。
我给你们唱首歌。我希望老穆，如果以后能想起我的话，也能想起这首歌。歌的名字叫《送郎当红军》，我们江西人都会唱。好。班长再见。再见。哎，班长，我的，你说这刘军年唱歌怎么那么好听？你现在没发现啊？发现。要人情，好山那地主呀，剥削我农民呐、哎呀，我的郎当红军。还没唱够呢。不知道怎么了，一开唱肚子里的歌全跑出来了，我收不住。你今天把老穆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我很高兴。反正我是真诚的。好。哎，今天替我代班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，感觉怎么样？基本完成任务。所长刚才找我了。哎，班长，要不我们先去收拾收拾东西。去吧。哎，好的。说护长要出差，让我临时负责一下护士班的任务，我就奇怪了，我又不是干部。所长相信你啊。一定是冯磊的主意，我就当仁不让了。你别不服气啊，我可以拿着鸡毛当令箭了。刘莲花，上班的时候工作重点放在七床，站好了。你别老叫我刘莲花，我现在叫刘君莲。多好的莲花不叫呀，叫什么君莲呀，土不拉几的。那你不早说，你要早说我就不改了。算了，改就改了吧，也挺好的。说真的，你要全心全意地照顾好郑渡江，他可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叶伟的朋友。哎，你老说那个叶伟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个真心真意的人。起床的这个药要每天中午按时敷，我中医嘱咐过了。这个药一天三次，饭前服用。每天帮病人按摩腿部肌肉，以免肌肉萎缩。哎呀，没事儿了。其实现在我完全可以。你别插嘴，郑连长，这是医院，不是炮团，在这里我说了算。而且我们有言在先，你忘了？是是是，我错了。三分治疗，七分护理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每天都要观察病人的伤口。腿部肌肉的功能主要恢复是在后期锻炼，请七床和刘护士好好配合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我记住了。那就这样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。是。喂。你是炮团连长，你怎么还怕我们班长啊？这是在医院，
又不是在炮团。在这儿啊，他是这个，我是这个。嗯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好。行吗？行。帮我接所长办公室。哎，所长，我是干革命。哎呀，您别笑话我，我能有今天全是您的教育和培养，永远都是您的老部下，您就放心吧。我打电话，我是想有一个事情想请示一下主任。哦，是这样的，炮司来了一份公函，跟你们外科的病号郑都江有关系，他好像写了一个什么建议。行行行行，我等你来。好，好，再见。那个第七床的郑渡江，是不是你重点护理对象？刘军连具体负责。这个人最近好像在写些什么东西。好像是，身体刚刚恢复就开始写了。写的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一进去他就给收起来了。写的东西呢？前些天我给他寄走了。寄到哪儿去了？炮司作训处。哦。所长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什么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